四面诸神都是因为果报，你们都是前世造成厄运了，你们必须得好好念佛。然后他就劝我了，我的名字我都知道了，也明理了。我问你啊，你在哪个部队啊？我现在记不清了，因为打仗的时候脑袋都没有了。这哪个部队不知道啊？记不清。叫什么名呢？我想想啊，什么军，什么军来着？什么七二五？什么七二五？什么玩意儿？我也记不太清楚了。怎么我死的时间太长了？死多少年了？那都七八十年了。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吧？你问我，我都记不住了。多少年？解放前。什么呀？国民党。解放前，你们都不明白呀、啊？真是的，现在这年轻人啥也不懂，你说你们学什么玩意儿？四年，二零零六年，就六百年了。我们得排号走，国服这都安排了，一批一批排号走。上哪儿走去？上这儿呗。上这儿走呗。不找你找谁呀？别人都不是正面，他们都瞎抄吧。跟我这抄完不走，国服这都说了，只有这里是最好的。我们来排号都排好几天了，有一天晚上睡觉，我就把他脑袋打崩了，他两下就知道，他可聪明了，他两下就知道了，他知道我们是对的，然后他就说，你们别找领导了，领导多忙啊，你们继续念我呗，谁念，只要你重新念就能走，然后我们不行，我们恶业太重了，一定要你亲自送。恶业太重了。嗯。我们不管杀过人，还做过坏事儿。做啥坏事儿？治鬼的时候还害过人呢。治鬼的时候害过人？哎呦，我们去啊，我们去抓人。那、你下地狱啊？下了吗？不出来吗？地藏王菩萨慈悲，救我们出来。因为这世界越来越乱了，以后再不走这机会也没有了，所以佛菩萨现在都在救我们到这里来。我没有办法啊。世界越来越好，你们越来越乱呢？什么越来越好？人心越来越坏。我歌唱的越来越好。歌唱的挺美，那邓阳在歌里唱的那自己丑越来越好了，那人都是表面，都不做实事儿，有几个做实事儿的？你说你们这道场有几个做实事儿？算了，他不让我说，我不说了。哪都一样，只要有人地方就有烦恼嘛，是不是？烦恼你自己断最好哈。佛菩萨都说了。这个道场不能被破坏，因为它是众生唯一的离苦得乐的地方。但是他们不懂护持，不懂护持就看你，看你怎么去安排。你有大智慧，你得去自己去做。我自己去做呀、啊。嗯。我找我做的，我一天为你们服务，我咋做呀、啊？你说。你做的倒是挺好，众生也知道你很累。但是有的时候你不会用人，我看谁都好。你看谁都好，你是佛心，别人也是佛心。看谁都好，你哪儿不好？你知道，你用错人了，你让你大悟众生离苦得乐呀，影响这庙宇的形象。外在的形象是不行的，必须得注重内在形象的，内在修养的人，他能站到位置上。啊，不是，现在这人你不懂，这人特别着相，你知道不？你看他内在那里挺好，你看慢就被人家弄念头了。你说外表不那么好吗？他里面还有点定力。他们就是啊，就不好调整。别管岁数大小，知道不？佛菩萨都说了，他的内心修行好的，他就有
一种祥和之气，我们众生看了都欢喜。然后来了，不是，你看他挺祥和，他两天半他就变了，人他多变的呀。要你说这个世界乱，他不变他不乱的吗？你不管用人，你看挺好的吧？他没有主意，他两天半没拉倒了。要不然他干两天就傲慢心升起来了，他说他佛性保持不了不变的，咋不变呢？反正没法跟你们说。嗯，这人吧，太难度了，还不如鬼好度。你要不就说，我就鬼让我那儿到，你让我，我靠！哎呀，你太难了，你一个人在这大堂里多难啊！那我就来大堂里头搞破坏。哈哈哈哈哈！老难那人可有意思了，搞破坏，拉人，光他那一套，可好玩了，完把人都拽他们可有意思了哈！我告诉你哈，但是那小胡子他不让我说，他觉得这世界上这人这么傻，你他可有意思了。他不认得俩人，人来不认得，连，不然念佛不行行。要来一我都得打一方针啊，谁都还别听，就听佛的话。如果一听别人的话，嗯，撞到了。现在人可好玩了，这咋一扒拉就一个，一扒拉就一个。我不能，我都不能。我们就去扒拉他们玩，因为他们傻，不怪我们，他们没有定力。包括说有个居在这里面是吗？别人给他们。啊，包括说你们得考考他们。定法判明开悟吗？跟你听个理，你连要连就是看嘛，一摆了他们就倒。看眼儿，看什么？看了，可好，你看见了，看也没好使，回来还着急什么用？都给你看，都给你看。就念佛是正行，真正修行，别人都不行，他不听啊！你说，我你玩出来找我，我挨你骗了，我说你活该，你骗的好，你把完了把你，你把你骗死。哥俩我们要走。这不在这待着受苦了，好了，师傅，我们要走了。他回走了，我问你。买房，办卡，上这儿，办卡，使劲办。昨天多一个爹，可好玩了，他说话可好玩了。别说吧，你姐。A D 钙奶，A D 钙奶，喝那玩意吃完早饭，然后我就开始，我这蹦蹦，看着这那蹦，这那跳了，这那。跟爹爹给你，让全世界都看看你刚才那是啥样。嗯，哭了又。可是我们走吧，我们等不及了，我们要走，我们也来好几百万的，全是战争死的，哎呀，可惨了。你叫什么名也不知道啊？哪个部队？就是解放军呗。嗯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的年头多了，我都想不起来了。大家一起念啊，快点。自己念，就你们快点，大伙儿都给咱们念佛，让咱们去极乐世界吧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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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Bye.
念佛功德殊胜行，无边僧祖皆回向。我愿成溺诸众生，受往无量光火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阿弥陀佛。犹如故，劝君早回头，只走西方路。但愿都放下，清修静夜客，日夜忘幻想，一心求觉悟。不是，这是念佛声啊，这能管吗？能管。阿弥陀佛，走就走不了，就走不了，快走。阿弥陀佛，太好了，我跟你说，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地方太好了，快不了呢。阿弥陀佛呀，阿弥陀佛，跟你说话呢，快去。什么玩意儿？那都没有了。哪去了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被老板给拿走了。找那老板的药。要什么？找那老奶奶，就在找老奶奶。才跟那个赵远征叫老奶奶。啊。老奶奶哪去了？要什么？要气质。气质。老奶奶就拿走了，就拿回来，老奶奶跑了。你几岁了？没有岁，我还不大，我不大，我是小小子，我也走。你找他干嘛呀？找找幺幺姐姐。你从哪来的呀？我从哪来的呀？嗯。你跟我说话吗？啊，我不跟你说话的吗？竹山县完叫我们来，我们老多老多小孩啊，也尿几个也尿丢了。你是小孩啊？上厕所。啊？你是小孩啊？其实不是家里上厕所。你是竹山县完你来的？啊，我是竹山县完叫我来的，完那老奶奶给我找来，给我小鸡子拿来，你走来，快点，走来，快。没有了，什么没有了？小鸡子，我啥尿没有了？你在人家给老头子给小奶奶求的，老奶奶求老奶奶给我要回来，你怎么找的呀？老奶奶给我找回来，老奶奶，老奶奶，他给我带出来的，就我鸡子都没有了。去，快去！什么话说的？快去找去呀！你都找了你，我怎么了？他你小男孩啊？我不知道是男孩女孩，我有小鸡子。小鸡子，你多大点儿？你小鸡子，你刚怀孕就没打尿就是小鸡子。那我也有，告我有。有还没成型呢，咋找的？没打大呢。不知道，老胡子老五点五万的小男小男孩女孩一大堆呀。干嘛呀？学来的。干嘛呀？我到了竹山鬼王了，就都去吧，就都去的。我们就叫白月本的肚子鼓励老大老大的，老大老大的。后来他别的，我们就出来了。出来了，给这老奶奶把我都拿走。那老奶奶太不够意思了。还不走吧，在这待着也挺好玩的。你在这待着。你今天世界多好玩呀、啊！我是到哪儿都是。今天世界特别特别好。全光片玩没有，没有啥都没有啊！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一群吧，无边无岸的全是小孩，你知道不？真的，听你说的。嗯。可好玩了，我他们玩儿吧，啥小小体质没有。我找那老奶奶去，你不是看见才给我拿走的吗？什么拿走的？再见，他找不来。
你不管闹，给什么拿走呢？给我的小机子拿走了呀！哎呦，我就生气了。找你事儿怎么拿走的？那可是没有的，他给我撒尿去了。哎呀，尿尿去了。他叫我提裤，他不会提裤，没有放屁股了，提子他不会提裤，帮他提裤子，光提裤子。小孩不会提裤子，没有裤子提哪裤子？没有，我们都没有放屁股。你不借人家身体的吗？现在？我借谁身体了？我又是找那个老奶奶，老奶奶喊我那个，他怎么跑了呢？人家听见怀孕了。他不管我了。小朋友啊，你从哪来的呀？我呀。主任给我煮茶粉啊，水给咱们都弄着来上这来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们就是叫煮茶鬼王，生下来就给咱们开的，就死了，就死了。我大高个去世，他以前复过体，他昨天给他跟我说，他说就从家来了，他就觉得就下点身难受，腿也难受。今天我看见中午那天还在那躺着，他就是那找多找多的，他就说地狱众生，地狱众生，他说告诉他就是中产国一般鬼王，那全世界是地方就说那些鬼王都有带着找多找多众生，知道吧？来了就没好事，就下来。那你们来了干嘛知道不？问谁呀、啊？问你呗。就叫这些全是小孩无缘无啊，你一多的小孩都光屁股，我也没有就光屁股，完事儿来了老奶奶就把我小鸡儿给我偷走了。哎，这老奶奶哪去的？你给他找回来。一开始写那个大牌，就是张璐给那爵士写个大牌，写个大牌，把那个搁在那块的第一这个哈的说没念。第二堂开始，完事啊，第一堂没完事儿，我一听没念，然后我就上去把拿出来让这个老师给念一下，就是那些，这鬼王那鬼王的，念完了可能是他就发作了，真是太他机了。不是，他昨天就他对特意说，看见小孩发作了。把地狱那大刀砍那个千仞地狱众生。那个牌，他就那天一写了，给我发掉了嘛。完了，他还不行，他还不行。你们去念佛求生西方好不好啊？他极乐世界，八千万元好不好？那不懂我们。现在老奶奶啥事？把那老奶奶找回来，我就问问他，给我弄哪去了，我才走。我们不走了，在这挺好玩的，还有炕。那我们回去走了。那还赖上人家了。在那。人家给你免上厕所，这可以睡。走不了哎，那我们爬出来，不会走道吗？怎么他小孩们不会他不会走爬？我就是不是六岁，他那怀孕多掉的呢。哦哦，多踩猪场多。我在那爬出来，不让跟他出来，让他出来他自己爬出来，往外他爬到门口了去。嗯嗯，我们不会走道爬，会爬还要撒尿尿，要地人尿没有呢？这老奶奶哪去了呢？对了，老奶奶也没拿，因为里面有一箱鸡鸡。没有啊。嗯。那有拉走。嗯。他不会走道。那搁那听的。对，他听不了，总不在那待着。我们那些小孩儿他打仗呢，全挤着打呀，走在那就走不了啊，就走不了，就爬出来了。你走不了呢？不知道。我就咱们就穿爬，这个都爬，那里头全是小孩，全爬，全在那爬。你去看看，你还有你这有多好，还没有出来呢。哈哈哈哈哈！都没出来呢，都让我们上不来干嘛呀？你说，让你们解脱呗，求生极乐世界呗，成佛做主去呗。我们呢，也得在那爬。吃不到奶了，也过不着，就爬玩儿，就是要玩儿，啥也没看着，走不了。哎，他强爬出来，
哎呀，我外公把我爬出去，那我没等他，你让我走，你说这是我咋会走呢？放屁股，那都一直都在那爬，害不害事啊？你说那里头现在还有爬的那里？我跑出来了。都是鬼王，这个鬼王那个鬼王带来的。像我那是千仞地狱，这是主场鬼王。嗯，是。人家告诉我的是。看那玩意儿，大肚子老虎老虎可好玩儿了，怎么都趴上去了，都全在那肚子上趴了。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嘛啊！猪场鬼王就告诉你来求生极乐世界的。那在哪去啊？求生极乐世界。那怎么还让我爬出来？这怎么爬出来了呢？那小孩那么懂事，那个念佛呀。爬了，爬完可好了。嗯。小孩也说不明白，怎么办呢？嗯，让他看别人怎么做，他也跟着怎么做。嗯，对吧？那别人差不多。去极乐世界，他也去极乐世界，对吧？嗯。看那有很多众生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他们走，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呗，好吧？能念佛你就念佛，他们听经你就听经。极乐世界最好。极乐世界，从此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个极乐世界。那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呢发大愿，让我们接我们这些苦难众生都到极乐世界去，知道不？你呀，就因为造恶业了，所以说呢，要给你堕胎了，投胎不成，然后呢堕落了，堕落那个地狱哈。现在你出来了。你要明白，你本来就是佛，你迷了，现在呢就说法度你，知道不？让你放下那执着、贪恋，回归自性的清净，那求生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可知内了。你看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一定要成佛，好不好？嗯。听见吗？嗯。怎么不爱在那里待着？那多好啊，不爱待呢，多不爱待。那老了，孤孤养养的，全是小孩。全是小孩呗。他们走没走啊？没。都没走呢。都跟我都是在一起，怎么走啊？他给人们激动来了，那鬼，那叫出差鬼王说，到那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上哪走。到那儿呢？不会走，我怕爬的走啊。嗯。爬的走。爬，快爬。啊。你跟我一起念佛好不好？上哪念？我跟着念。那你爬，你爬不了，小孩不会走，爬爬。怎么也给我拽回去，拽老疼了。那小公交车上看着这么扯的吗？嗯，念佛啊。弟子我等
带虚空法界一切有缘的众生，我等带虚空法界一切有缘的众生，所有被堕胎的婴儿，所有被堕胎的婴儿，主产鬼王带来的一切婴儿，主产鬼王带来的一切婴儿，今在佛前虔诚的求忏悔，今在佛前虔诚的求忏悔，不愿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愿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修炼愿受药师佛，南无修炼愿受药师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大智慧说舍利弗萨，南无大智慧说舍利弗萨，大圣普贤菩萨，大圣普贤菩萨，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大圣观世音菩萨，大愿地藏王菩萨慈悲加持，大愿地藏王菩萨慈悲加持，愿所有法界的堕胎婴儿。令所有法界的堕胎婴儿，主产鬼王带来的一切众生，主产鬼王带来的一切众生，常忏悔的功德力，常忏悔的功德力，破迷开悟，破迷开悟，放下妄缘，放下妄缘，一心皈依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一心皈依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一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一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弟子我等，弟子我等，虔诚带一切众生求忏悔，虔诚带一切众生求忏悔，带白秀文有缘的众生求忏悔，带白秀文有缘的众生求忏悔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与意之所生，从身与意之所生，今在佛前求忏悔，今在佛前求忏悔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与意之所生，从身与意之所生，一切罪障皆忏悔，一切罪障皆忏悔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与意之所生，从身与意之所生，一切罪根皆忏悔，一切罪根皆忏悔，罪从心起加心忏，罪从心起加心忏，心若灭时罪已亡，心若灭时罪已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，是则名为真忏悔，罪从心起加心忏，罪从心起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已亡，心若灭时罪已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，是则名为真忏悔，罪从心起将心忏，罪从心起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已亡，心若灭时罪已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，是则名为真忏悔，弟子我等拜主场鬼王同理的一切堕胎婴儿大众，法界的堕胎婴灵，虔诚的求受皈依，法名妙音，唯愿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修炼愿受药师佛，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当来赛上弥勒之佛慈悲加持，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大恒普贤菩萨，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大势至菩萨慈悲证明。法界的堕胎婴灵及主场鬼王同理的这些众生，从今乃至称佛为师，称法为师，称僧为师，永不退耻誓愿：一、佛法僧住持三宝，回归觉正境，自性三宝。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啊，小朋友啊，啊，弟子妙音，弟子妙音，皈依佛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法。皈依僧，皈依佛，皈依佛，两足尊，两足尊，皈依法，皈依法，离欲尊，离欲尊，皈依僧，皈依僧，众中尊，众中尊，皈依佛，皈依佛，不堕地狱，不堕地狱，皈依法，皈依法，不堕恶鬼，不堕恶鬼，皈依僧，皈依僧，不堕旁僧，不堕旁僧，弟子妙音，弟子妙音，及虚空法界。一切堕胎的婴灵，一切堕胎的婴灵，主场鬼王同理的大众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僧境，弟子妙音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佛，两足尊。皈依法，离欲尊；皈依僧，正中尊；皈依佛，不堕地狱；
皈依法，不够恶鬼，皈依僧，不够唐僧，弟子妙音，一虚空法界，一切堕胎婴灵，诸无常鬼王同里的大众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生境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佛，两足尊，皈依法，皈依欲尊，皈依僧，众中尊，皈依佛，不堕地狱，皈依法，不堕恶鬼，皈依僧，不堕旁僧，弟子妙音，一虚空法界，一切堕胎的婴灵，诸常鬼王同里的大众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僧境，弟子妙音，亲代法界，法界堕胎婴灵，虔诚发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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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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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子我等妙音等众，一心奉请，南无西方极乐世界，大慈大悲接引导师，阿弥陀佛，观音世至清净海中诸大菩萨，光临道场慈悲接引，令弟子妙音等众，依法界有情众生，虚空法界一切堕胎的婴灵，如常鬼王同里的大众，蒙阿弥陀佛接引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呀。哎，咱俩说话听不懂呗？哎，不听懂，我听不明白。先跟你讲啊，刚才我们带你忏悔了，你罪业消除了，别找小鸡鸡的啊。不找了。不找了，假的，你没有。你都没成型，不点上来我，他不会找那样小鸡鸡，还得找小鸡鸡，开玩笑。你是男孩是男孩，但是你长成男小鸡鸡啊。我刚才我们带你忏悔了，就发愿求上极乐世界了，皈依三宝了。你本来就是佛，你知道不？现在迷了吗？你现在是谁？现在那些小孩都回来了，都跑着我来了。都来了。全来了，那里都没有了。全上这来了，没有在那的。都上这来了，可好了，都跑着来了。哎呀，可高兴了。他们不闹了呗？不闹了，全来了。我跑到全上这来了。我不来了。你全上这来了，不来闹，那不好使。怎么不好使？不好使，那小孩和小孩我们之间就冲屁股打，那不好使，不好使就跑跑跑跑跑了，一听到你的声音，听你的声音，如常鬼王告诉我就听你的声音，就听话了。照相？我没照相啊，连我听话呀、嗯。我不会照相。真的吗？不会，我们到来了，走不了。
这都来了，小孩啊，都来了。我跟你说话，你听着啊！一会儿我们就起，我们就请阿弥陀佛了嘛。阿弥陀佛就是放光那人，知道吗？但是放光，把手持莲花，他一放光呢，就变无数朵莲花，知道吗？你们每一个小孩，每一个人一朵，每一朵，老大老大。阿弥陀佛放大光明啊，放光中化佛无数，一化无数朵莲花，你每人一朵莲花，看见光就要投向光中，看见莲花就要散，知道不？刹那就变极繁界了啊！你跟他们小朋友说一说啊！不用我说，这都回来了，都知道了呗，都来了。好了，我们一起念佛了啊！全来了，祖云鬼王、鬼海鬼王全来了，来的啊，给领来了。来到九楼就好了哈。啊，嗯，他别的不懂。那。
念佛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解回向，我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火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、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阿弥陀佛。那怎么就回去了不是？谁知道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说你搁那做佛事，你跑来干啥呀？爬回来的。哎呀妈呀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我现在合计做三十一遍呢。做三十一遍，你爬回来干啥呀？你这是的啊？我爬回来的。爬出来的，这通。爬到门口了，不让你出来，不让你出来，挡住我，你自个儿往外爬。爬到门口了，完了那个。你不让你爬出来啊？不知道，我怎么能爬出来？我哪会不会爬到大家出来了？你拉倒，我怎么这么大岁数能爬会爬哟？哎妈呀，怎么现在你嫁出来了？主产给王，同饮一些堕胎婴灵来了，完了就找我找你了。哎呀，在那以前我就合计我怎么肚子疼呢？哎呀，那肚子疼坏了，完我就后来就不明白了，不知道现在怎么回这来了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胎那个都是。哎呀，在那以前吃些药，那肚子临产那个药。我在那以前我不是搁这出去上到哪个农村上道路那地方哈，看到王老鬼，我王老鬼啊，我现在看着眼睛里全是小孩，怎么一大堆乌泱泱的。完了，告诉我，你马上去上做三十纪念的，我不就这么去做三十纪念，这怎么又回来了？那小孩没走，没走。在那块儿，他就不走，不走，走不了，不走，不走呀！我这边坏了，给你嫁出来，你还也你肚子，我整坏了，这整的就可像那小孩儿。这肚子啊，我自己看见了哈，就肚子鼓的哈，那谁，你问问那个丈夫，然后这鼓像大一股，还有那个你们那个。二上师傅在那顶上都笑我，我那还明白呢。哎呦，我一发现我咋控制不了，就这样行不行？一个锅在那扣着。哎呦，我就告诉那个张大伯，我说你看我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呢？哎呀，可大可大的。后来我就不知道了。哎呀，就疼啊！你这给我折腾多少个小时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提你。一天两天都吃不饱饭，牙也不好，嘴也不好，那舌头也烂。不是这，为什么第二天来？全军走回头，自走西方路，还愿都放下，勤修今夜客，日夜忘幻想，一心求觉。